干煸土豆丝，很好吃。这个是虎鼻金椒五花肉，也好吃。还有，那你早睡呀？很好吃。这土豆丝是吧？ 肉吧，这肉也很好吃，瘦的。什么高马尾的我？你们这网名都很奇怪呀。要我的话，我取一个字得了，这两个点。嘿嘿。像我，我都没有网名，直接就真名了。我不知道叫啥。好。 还有真人头像，对呀。